这就是我不再加人的原因。看看以前进群的人都是些什么垃圾，就是被不说话被踢掉了就会这样，还看我笑话，还造谣，吃不消。出门，中征战中式八角。上一个视频提到25号，可能可以有机会和老一辈的斯诺克顶尖选手吉米怀特，也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呢，那可能看过周星驰电影的应该知道啊，有机会。所以很兴奋，大概是1000泰铢吧，可以和他打一场，打的是中式八球，那么具体情况不知道，对吧？就看25号，早来，还有一段时间。反正他每年应该会来芭提雅生活2个月左右。这个是听那个 Mega Break 的，就现在泰国第一名这个英国人，他以前打斯诺克的，打得很好，但是没有出成绩。其实有太多的优秀的选手，你拿不到排名，对吧？啊，就别拿不到排名了，30开外，20排名20开外，他就啥都不是。但是实际上打得很好。那他是知道的，反正每年会来，啊，这次有幸知道了这个信息，这必须得搞一搞嘛。我还指望着能赢他，火一把呢。当然，可能年轻的一些人应该已经不太知道谁是吉米怀特了，对吧？今天不用找车，昨天回来的晚，肯定是在另一个地方。今天不会出现迷茫。啊，看来我的记性是有长进的，也不是那么的傻。好像很久没有去打中巴了，我上周为什么没去我忘了。上周去了吗？这个记不住了啊，这个记不住了。然后今天又用人民币换了泰铢，上一次换是在5月20号，上个月的5月20号，那会儿的汇率应该是5.08，今天换的话汇率是5.13。那么根据这个换汇率的这个频率，也就18天，我上次换的时候身上应该还有15000泰铢，18天时间花了65000泰铢，不算多啊，比以前省的太多了。这钱的花销最近我发现主要是在打桌球、买星冰乐这两大开支上面，其他的真没什么开销，还是挺便宜的，挺廉价的。吃饭的话嘛，经常去朋友家蹭吃蹭喝，外加再拿回来一点啊。对，小保姆过来吃了一些饭，买了一些海鲜，这个花不了多少钱，5000-6000泰铢，对吧？也没有给他一分钱，帮他买礼物他也不要，所以相对比较省。啊，他来了之后，我给了他4000泰铢买乱七八糟的家里生活的开销的物品。走的时候他退了我1400多泰铢，我没要，就直接给他当车费了吧。这个算给钱吗？我也不懂啊。你们估计看我这个电梯进那个电梯出，已经看得忙死了呢。而且每次我在做视频的时候，我还特意要开一个防抖。不出意外，这辆就是我的车。你看这记性多好。所以啊，我一再强调啊，张叔可以叫，但是不要问我的年龄，问就是00后，2000后啊，不是1900后。1900后我能那么神气的在这里和大家唠嗑的话，我不会去中南海指点江山，对吧？哟，这种话好像不能说，中南山指点江山，好吧？哟，中南山是个人的名字，也好像不能乱说。上午点了一杯星冰乐，现在还点不点呢？再续一杯吧，再去买一杯吧，好吧？好，我们出发啊，跟着张叔的镜头走着这熟悉的路。去到有，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不管是曼谷也好，芭提雅也好，公寓里面的这种停车位，第一停车位小，第二停车的过道也比较小，
要容纳两辆车进出，它都是刚刚好，将将好。哎呀，你看，像这种对吧？那只能正正好好擦肩而过。我得把口罩摘了，闷死了。昨天打球好像又有咱中国人拿名次了，我不知道是第一第二，我没看完。昨天状态非常差，我是说身体状态啊，头晕，头晕的不行，而且在最近故意不停的输，要连输十场才能把自己级别降下来。7月2号有一场大型比赛，如果我级别能降得下来，那我就去打这场大型比赛。赢一次嘛，所有的失去的成本都回来了，是吧？我刚才想说一个什么话题，我才能看到这辆大巴车，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朋友，你要干嘛？咁呢，我在了不同的视频里向用上海话讲一分钟，或者其他地方的朋友要翻毛腔了。我也讲了，交关辰光不讲上海话呢，基本上讲出来的上海话质量会得老差的。老早我爷就讲过，侬现在讲上海话，我讲的应该洋泾浜的，不是讲洋泾浜，因为就语速不会得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的情况，我的呢，上海话讲出来肯定老难听了。好了，今天的上海话到此结束，再讲下去，再说下去，别人要以为我是外地人了。当然了，我的确是外地人，我祖籍浙江鄞县，不是淫荡的淫啊，浙江鄞县现在是宁波的鄞州区，牛逼得一塌糊涂。当年我带着我老子去寻根。我发现哇操，短短800米的距离，你妈坐落着好多五星级，还有一家六星级好像。反正鄞州区是牛逼的。我今天有点饿啊，想吃东西啊，不知道吃啥，看看买个蛋糕啊。好了，我又宕机了，最近网速不好，脑子的反应转起来有点傻乎乎的，一想到吃东西。有一种药叫阿普唑仑，这种药可能吃多了，哎，我发现这个苹果的这个触感真的很灵敏啊！我小手在上面动了一下，已经断了两次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还好断的时候有声音，被我及时发现。呦，赶紧走！呦，这妹子好看吗？我操，不好看。那个群里说要面基的那哥们儿，尼玛现在快下午2点了，也没面基到。这年头啊，骗一杯新冰乐真他妈难。哎，以前都不需要骗，那每天都有很多人很积极的帮我买新冰乐，现在没了，只能靠自己了，好伤心啊！好在今天股票挺好。哎，陈娜，这辆跑车怎么又来了？停你边上啊！哎，在那停你边上停不了。网友们说你叫日产370 Z370 对吧？我先停个车。好了吗？怎么那么慢呀？还是拿架子吧，不然的话影响我抽烟，对吧？你说这个开车不能抽烟，还开什么车？只能委屈你们。这个架子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反过来，因为它后面是有挡着的。哎，委屈你们看我这张老脸丑脸。女性朋友看了之后呢，会觉得有可能，会觉得自己老公变帅了。哎，男性朋友多看我这张老脸呢，就会有自信了。是的，老刘啊。出发走，求房去。哟，就这辆370发出来的吗？声音他妈还挺拉风，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不，这个车不大呀，它这个应该是发动机在前置，不是后置吧？啊，不是中置吧？
这小日子过的，新兵乐喝着，小烟抽着，难看的女人看着，意思还行啊。我操，这老外和他的老太妹妈就在太阳底下晒着，在聊天，我才给他们点个赞。啊，对了，有人问芭提雅和江浙沪比，他湿不湿？啊，湿不湿这个问题，我只知道我有时候晚上找的姑娘湿不湿。这个你要问江浙和芭提雅这个湿度比较啊，没法比，因为它有时候啊，有个别天比较闷，就感觉喘不过气了。我也不知道我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反正我的个别朋友都觉得有一点喘不过气了。那么呢，有时候有几天会比较黏，那这个黏呢，我不知道是汗呢，还是因为湿度问题，所以导致黏。因此我真没办法回复。但你所说的这个潮呢，比方说像黄梅天，对吧？我觉得我们上海的黄梅天还是可以的。哟，这胸真大。哎，我说啥了？我没说啊，这段不算。就是说哪儿了？说胸真啊，不是什么？就我当时在深圳待了五年，深圳每一次的这个黄梅天才叫黄梅天，为什么？就有很多公寓里面，你进门之后是在下雨的，你知道吗？就墙壁上、屋顶上都是水。这个我不知道广州会不会这样啊？但在深圳生活的人应该是有这个体验的，我认为。就他妈的明明不下雨，对吧？外面太阳老大了。你说你进个楼道还打把伞，要等电梯，哎，这个受不了。那上海至少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芭提雅也没有。然后我一直判断芭提雅的这个湿度是不是，我在以前的视频有分享过，就是谈论房产的时候，就至少在海边的公寓，你进去不管五年十年的，你看到霉斑不多，霉掉的那种斑痕啊不多，你不能说没有，有一点点。但不像威海，威海我觉得是比较潮的，海南没注意过，海南我去过，我小时候去过一次，所以你说芭提雅是不是？我真没办法回答你。那我觉得如果说我有风湿性关节炎的话，我应该能回答。然后总体感觉不到，还有一层原因可能是到哪都有空调啊，对吧？空调开着的话自然除湿。哎呦，又看到了我不该看的东西。我每次吸鼻子啊，不是那个感冒，也不是鼻炎，就是感觉就说话的时候耳朵在响。我一开始觉得天热引起的，后来发现不是。为什么？因为我昨天晚上回来开车那么晚，还被查酒驾，就昨天晚上在空调房里，在车里面待着都会有这个回音，不叫回音，反正就感觉耳朵鼻子像通了一样。但你吹鼓膜和吸鼓膜呢又没这个作用，就一般你鼻子捏住咽个口水然后耳朵就正常了嘛。现在好像没作用了。然后有网友说你，我不是头晕嘛，可能是腮腺炎，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一次进医院，就腮腺肿大嘛，这里大了，和腮腺炎有关。那我也不懂啊，因为这腮腺炎这玩意儿它不肿了，这个炎症在不在我哪知道，就多严重的腮腺炎会引起头晕，我也不懂啊。我更不知道之前德云社的岳云鹏得的那个腮腺混合瘤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什么状态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两个病是不是一样。我本身就是要不停的咽口水啊，年纪大了毛病多啊。这个手机支架好像比上次那个稍微好一点，我车速慢一点它不会手机掉下来。有人说我视频做的不专业，什么手机掉下来的都不会去剪掉，诸如此类。我操，那我要专业的话，我就没空和你们唠嗑了。
今天想的是节目的这个策划内容，还有文稿，也不会和你们讲这两个突然被什么这个胸那个屁股的给吸引过去，是吧？本来就不是专业的人，以后谈专业吧，是的，小丹。要专业，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这可能来说对你们会好一点。好，今天无聊的唠嗑就到这里，好不好？加上上午出门之前做了两段视频，三段了，每天三更了，这他妈起点小说的作者也没我那么卖力，是不是？其实和你们聊天啊，很方便的，就想到说，想到啥说啥，有人还爱听，那我也很开心。唯一麻烦的就是剪辑啊，我操那，哎，这里有个抽局，牛逼，给力了，就是，剪辑和上传对我来说是个麻烦。评论区告诉我没字幕你们能不能接受，就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是看我视频是要看字幕的，好吧，以后我字幕不做的话可能能省很大一部分时间。你看车怎么停的太靠边了还是怎么样啊？告诉我如果没字幕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因为有些人就特别是我有时候开车啊，你们有男朋友女朋友的这些对吧，我一开车我操你他妈看视频外放的，或者长辈在的，你们就可能声音会很小，然后要看着字幕，就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对吧？所以评论区记得告诉我啊，要不要字幕，不要字幕我以后不用字幕，大家拜拜，我走了，打球去了。